今天你吃流水虾了吗？流水虾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，这次啊，终于找到我心目中最棒的流水虾。以前吃的流水虾是什么？就是用那个瓦斯炉上面放个铁板，烤那个虾子根本就烤不熟啊，两个小时就可以吃几次，拜托、哦！终于找到我心目中最棒的虾子是什么？用木炭烤的，哎，哇！这间老板也太大手笔了吧，居然有木炭烤这个吃到饱流水虾。这家在哪里呢？这家在台南，台南的尖叫流水虾，一个人700多块啊，可以吃到饱。而且啊，流水虾用木炭烤，你知道木炭烤出来有多香吗？哇，超期待，而且生意超好的，好不容易才订到位置，各位看一下。上桌啊，他都给什么？就给这一个葱花牛肉啊，里面都是胸脯肉哎，完全不怕你吃啊！一上桌就这一个，哇，超大一碗的。老板这人真的很好哎，难怪生意好成那样。那这个呢，不啰嗦，上来就先来一个牛肉拼盘，中间呢还有这个。哦，干冰哎，一直冒泡泡哎，哇，超棒的！各位啊，太扯了！你有看过吃到饱里面有什么？有竹笙哎。居然有竹笙，有风螺，有蛋菜、蛤蟆跟什么扇贝，哦，台南的烧烤真的是太夸张了，第一次看到啊，烧烤吃到饱，海鲜让他吃不用钱，居然还有竹笙，你知道竹笙有多贵吗？光是吃竹笙你就饱了哎，哦。真心觉得啊，这家店老板啊，真的是不怕人家吃，台南是真的很厉害耶。各位啊，如果想要来台南啊吃这吃到饱的流水虾的话，记得要哪里？要来的这个尖叫，来这边吃东西啊，保证会让你尖叫哈、哦！不多说了，我要先吃喽，拜拜。